Hello. Hi, Jerry. How are you doing? Yeah. Anything I can help you? I see. You want to order how many pieces? 50,000. Oh, very good. It's a big order. Okay. I think the lead time may, you know, we require 45 days. Is that okay? Good. All right. Send us the PO so we start production right away. Thank you for calling. Thank you. Bye bye. 真係好，又有一張大生意，真係辛苦咗咁耐都係值得嘅。即係而家嚟講，真係做生意已經唔係容易，即係又要顧及個家庭啦，又要顧住生意啦，即係兩方面都要兼顧。即係做男人方面嚟講咧，就都實際上真係幾個辛苦。不過咧，就為咗個生活嚟講咧，就都完全值得嘅，同埋即係俾家庭一個幸福嚇。咁就即係啲生意嚟講咧，就係、越做就越好啦。咁只要就係最緊要自己係要有個恆心去做落去。尤其是即係自己搞嘅發明嚟講咧，又要建立埋個品牌，真係你話唔花翻啲精神同埋啲策略啊時間落去咧，就根本好難打得響。咁花翻咁多時間嚟講，對家庭多唔少，梗係有啲忽略。個心咧就好似對太太有啲即係唔係太好受啦嚇、啊。因為太太咧即係由頭到尾都好支持自己啦，咁令到自己先至有好好嘅即係嘅精神啊，同埋即係多嘅生意去。做多啲啦嚇，咁啊呢方面嚟講咧，就係、其實都好唔話得噶啦。家庭嗰方面嚟講咧，即係我自己覺得，對我嚟講非常之重要，因為我對家庭嗰個睇法咧係好緊張嘅。即係我覺得咧，就我太太嚟講咧，俾我一個好大嘅支持。即係過往幾十年裏邊嚟講咧，佢俾我個 support 真係我都難以形容啦，即係萬分感激。所以我對太太嚟講咧，就都係千依百順嘅。即係通常太太講嘅嘢，我都好少去抗拒啊，因為佢講嘅嘢嚟講咧，都好合邏輯。雖然即係聽嗰陣時咧，初初有啲好似唔係好舒服啊，唔係喎。但後期嚟講，諗深一層嚟講咧，都好啱道理嘅。咁我太太嚟講咧，就真係對我嚟講係喺我事業成功咧，佢一個佔有一個好大嘅功勞，所以我都會好感激佢。咁啊，仔女都唔錯啊，嚇，即係個個都出身啦，嚇，幫佢手。咁一個幸福嘅家庭嚟講咧，同埋一個成功嘅事業咧。其實男人嚟講，到今時今日嚟講，個苦苦求咧嚇咩都有啦，係嘛？咁啊，至於即係話對於交朋結友個方面嚟講咧，其實我人緣就非常之好。點解咁講咧？因為你見我啦，一年365日，邊日唔笑嘅？咁啊，去到邊個場合都好咧，就基本上我都好受歡迎。咁啊，就啲朋友都睇到我就係、都好真噶啦，即係通常我講嘢嚟講就都好少虛偽，因為我好難作出一個虛偽嘅表情，或者啲敷衍嘅形式，所以講嘢有時咧都好認真。有時變到遇到啲朋友，即係有啲問題啊，情緒上問題咧，我通常咧都係會鼓勵佢嘅，因為我嘅思維嚟講咧，好多時都係從正面方面諗。即係點解咧？我哋叫做 positive thinking 啊嘛。你人如果係正面，即係正面嘅方面去諗嘢嗰陣時咧，好多時候有一個推動力嚟嘅。咁呢個不單止係推動自己，亦可以影響到埋朋友咯。所以過往咧，我之中係有啲朋友咧，係因為聽到我嘅説話咧，而係可以轉變咗自己嗰個態度啊，即係由唔好變到好啦。咁誒呢個都係我過往所做到一啲嘢啦。咁我今時今日嘅所謂嘅成功咧，
其實都是很基本的成功，不是什麼大的成功，因為成功你知道有很多層，那為什麼到今時今日都能夠可以碰到成功這個層次呢？我想主要都是我過往的功德卦，即是叫做交朋結友，得到很多朋友幫手，令到自己呢做事呢就容易啦，駕輕就熟啦，同加埋自己的努力嚟講咧，就好多方面嚟講咧，都令到自己能夠可以唔得嘅嘢，我都可以突破到。因為我嚟講咧，我第一樣嘢就係話，我係好正面相信一樣嘢。第二嚟講咧，我係有一種 passion， 我有一個動力，因為我相信會成功嘅，所以我做嘢時係好有動力去做嘅。好啦，跟住嚟講咧，仲有一樣嘢就係好多人都唔係容易。即係叫通過嘅咩咧？就突破一個堅持。其實我做嘢真係好堅持嘅，我能夠即係為一樣嘢砌落去咧十幾廿年，我都砌落去嘅。即係但係就好奇怪，即係經過好多嘅風濤海浪啊，世界金融嘅經濟啊下跌啊咩好啦，我都係比較穩定。但係問題嚟講咧，你話去到做到好大又唔會喎。咁啊，點解會咁樣呢？其實真係喺過程之中，好老實講，好多朋友都係即係不知不覺之中咧，係伸出援手幫我嘅。咁我哋唔好講話錢財啲嘢啦，即係起碼喺一個關係上啊、能力上啊、好多方信息上啊，好多嘢都能夠俾到我。咁喺呢方面嚟講，即係天時地利人和啦，係嘛？咁即係我都能夠成功嘅，即係做到嘅，咁都算係成功啦。咁當然啦，一個成功嚟講，你話要大要細嘅，咁講就好難定。即係你唔可以用一個話賺到幾多錢嚟做成功嘅。即係基本上就話，我要求嘅嘢，我好想做到嘅嘢，我能夠真係做到啦。嗱，好似我一個發明家嚟講，我發明到嘅嘢能夠幫到人嘅，其實係我一個成就嚟嘅。咁呢個成就，喂，你賺好多錢喎，係咪啊？其實。不是賺錢多少問題，賺錢是應該的，我要養家的，要維持生活的嘛。但是問題，我幫到朋友，解決到問題，這個就是我最好 的成就感咯。所以我自己覺得來講，就是說人生方面來講，是很多方面是要兼顧的。第一，你要兼顧自己的家庭；第二，你要兼顧你的事業；第三，你兼顧你的朋友。呢三方面嚟講咧，你能夠可以把持得佢，即係做到平衡嘅話咧，呢個其實都係一個技巧嚟嘅，亦係一個學問啊。所以我又話咧，就係喺呢個交朋結友方面嚟講咧，唔好睇輕，因為朋友事實上係一個助力，亦係一個貴人。呢個就係我睇法。所以我覺得他作為香港即創意創業會的會長來說，他不僅只是做很多的發明，他在思維各方面都是非常有創意的。阿陳生是一個很尊重也都很欣賞傳統中國文化的人物，我相信呢在這條路上面我們是繼續前行的。很榮幸就遇到阿陳生這個發明家，我們一見如故，當然很欣賞他這種發明。 Jason 啊，很正啊，除了說他又是發明家，原來唱歌都這麼正，非常之好。跟 Jason 做朋友真的沒一定，又好人，哇，學音樂又很快，我對他挺好。跟 Jason 做朋友當然好啦。